一名25岁的女销售员因为急需现金，在网上申请贷款，不幸却掉进了不法之徒的陷阱。对方以需要进行借贷程序和手续已经完成为由，向事主索取银行卡。不过事主却迟迟没有拿回银行卡，开始起了疑心。最后才发现自己的银行户头多了好多项来历不明的交易。25岁的事主因为急需现金，透过网络借贷10000令吉，但他就这样误入不法之徒的圈套，不止拿不到钱，银行户头更有多个不明的交易活动。事主指贷款代理在他申请贷款之后，向他索取身份证副本和银行卡等资料，原本起疑的他，但却被代理一句手续已经完成，而把银行卡交给对方。然后我就讲他刚才没有通知，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已经 approve 了，然后他就讲上面已经交代要跟你拿了，说应该是已经通过了的，所以我就给他那一张 ATM 卡。事主当晚透过银行电子服务查询，但是忘记密码的他需要银行卡号码才能登入网站，他立刻联络该名代理要求银行卡号码，但对方却百般阻挠。了几天我一直在 request， 就他一直在推，我就开始觉得不安全，就跟他说我不要做了，我要 cancel。 他就讲 OK， after 你要 cancel， 等我的 procedure 好了，我才可以给回你的资料那一些。由于对方迟迟没有退还资料和银行卡，事主决定到银行重新申办银行卡。这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银行户头已经有多项不明的交易记录。从他拿我的卡之后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发觉到有不同名字的account 进了不少钱去我的 account 里面。一共进了多少钱？大概都有30多千，38千是吧？嗯，超过38千。对。为此，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拿督斯里张天赐劝请公众不要随意把个人资料交给其他人，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黔驴而惹上官司。NTV7 采访报道。